小米，首先恭喜咱们队伍获胜了，而且你还挺有两个特别的场。这应该说是靠全队的力量吧，我一个人也进不了，关键是第一个球小老板，不要说这种方式，非常感谢他们。是吧？我想问一下，还是说咱们说一下那个失球吧，是否因为咱们队员当时经验不够足了，因为对方没有把球开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球吧，关键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郑涛倒地了，那段时间了，所以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球上。但是以后要仔细点教育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现在已经第四分了，小组出现很乐观，你怎么样？这不能说乐观，还是一场场去拼嘛，最后一场也很关键。比赛赢后大家都特别的兴奋，我想过去跟咱们最后十分钟只有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再赢，再跟对方抗争，可能就是我们全队的心情。这应该有关系吧，大家还有十分钟了，又杨旭又受伤下手，所以大家这个十分钟挺累的，能坚持下来。小组能出现吗？